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。我们今天呢来玩这一款游戏，叫做《新 Super Mario》啊。我们这个任天堂呢，今天1月11号刚出的新游戏，老头呢就立马了下了订单，哎，当天就到货了啊。所以说呢，我们赶快来玩这款游戏吧。然后他自己突然黑画面哦，原来有剧情啊。Oh my God, yeah！哦，应该就是库巴来闹了。果然，哦，嚯，这么酷！库巴军团又来闹了，哇，那么长一只手是怎样？啊，应该是要来抓碧姬，对，没有错。哎，哈哈，哎，哦，我想说，他的目标居然是他们四个。是把他们丢走啊！哇，这是什么？松果，哇，好可爱啊！那是小龙龙，小耀西。我要攻打城堡了，然后我们被甩这么远，我们要回去救我们的碧姬公主。碧姬，我来了。然后就这样子，冒险就这样展开了，这就是故事的开端。啊，然后就会到现在这个画面。啊，好吧，我们直接开始游戏哦。然后这什么课题模式、加倍模式、金币对战提示，我还真不知道下面这三个模式是什么哎。我还想说要不要就，算了，我们先不要看那么多了，我们直接先开始新游戏好了，好不好？对啊，我们就先来一个故事模式啊。对了，这个豪华版里面呢，还有这个新超级路易吉啊。路易吉的话呢，它的关卡好像会比原先的关卡还要再更加复杂的样子吧。不过这没关系，我们先来玩一般的，好不好？然后呢，一个人游玩，我是边缘人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就一个人玩就好了。哦，那我们这边可以选择角色，然后我记得我看到影片的预告呢，这两只哦，这写比较简单，这一只好像是掉到无底洞的时候会自动跳起来，所以说是不会立即死亡的。然后这一只我忘记它能干嘛了，它好像是吃到皇冠会变成奇诺比奥公主，是不是？还是它会变公主？忘记了。然后这个偷天兔的话呢，它是非常简单，它是连怪物碰到都不会怎样。哦，好啦，我们还是直接马里奥好了啦，好不好？最传统的 ，Yes， Here we go， Here we go。为什么我觉得我这只马里奥有点矮短肥啊？比例感觉好像怪怪的、欸。又开始了，哇，不能跳过吗？不行，好哦，再看一次，假装没有看过。哇，你看飞船大军来啦，又是库巴，哇哇，长手手，这是够了。好、哦，嘿，哦，然后又是形成了各种关卡，一定是这样子的。啊哈哈，这一只一定是第一关的头目。啊哈哈，秀安小。好、哦、到了，哇哦，哎、欸，好怀念哦！我其实老头很喜欢玩这种关卡制的，你知道吧？就是这种关卡制，其实以前那种四代超级马里奥四还是六的时候就开始有了。哇，这个 BGM， 哇，好怀念哦！天哪，我都快要感动的痛哭流涕了。还有道具，好啦，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就直接第一关好了。Let's go， 新手的像素平原，那是念素吧？哎、欸，那是念力。喂 ，but， 哦，走路超慢的。but， 他跑步是哪一个啊？哦，按下 Y 键是跑步。哇塞！爸爸，哎、欸，哦，这还有往上，
旋转，空中旋转能干嘛？我还真不知道空中旋转能干嘛。喂，爸爸爸，这个应该是可以像是之前四代那样子冲刺吧？哎，怎么没有？我还不会用。哦，按住啊！喂，原来是这样啊！爸爸 ，Oh my god！ 我在适应中啊，不好意思，完了，不会飞了。来哈，哎呀，爸爸。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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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干嘛？哇，这么多钱钱，都是钱 ！Yeah，Oh my god！ 哎呦，吓我一跳！哦，哇，冲很小，我觉得这下面一定有路，信不信？你看，我是不是很聪明啊？啊！超屌的！哇，这个需要变成大马力又才有用。哎、欸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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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搬！哎、欸！哎呦！哎呦！隐藏的路哦，很可以。碎哦！耶、yeah ！Yeah， 爸爸，哎、欸，这可以飞吗？哎、欸，这什么？哦，哇，我是来不及了。哦，有了，送一个爱心香菇可以，然后这应该可以下去吧？啾啾啾，哎、欸，不行。那这是干嘛的啊？黄色的水管能做什么？唔知。好，这个直接加分数了。哦，原来这可以再弹跳一次啊！死给，上去。哦，哦。Oh my god， 没吃到！啊！失去，没关系，我们吃到一个大的金币，好像要有三个金币，有没有？我们看右上角，哎，左上角，讲错了，完了，不会飞了。啊！只有四百。Mario again。好玩好玩，好怀念哦！呀 ，Go！ 噔噔噔噔，满满的倾斜洞窟，是呀、啊！哦哦，噔噔噔噔噔噔，碎碎碎碎，可以呀、啊！呼啸！嗯，哦，哦，可以。噔噔噔噔噔噔，噔噔噔噔噔噔，噔噔噔噔噔噔，噔噔噔噔噔噔。好帅！我要去下面。钱！哦，这干嘛？哇！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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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！哇塞哇塞！
像你危险。哦，哦，死给！这边应该有什么隐藏洞穴之类的，我觉得。喂，喂 ，Yeah， boy， 呜呼！呜呜！Go go go！ 这里呢？这边应该差不多。我怎么总觉得那个，乌龟有用途啊？可是我好像把它杀掉了。那个乌龟应该是，我会不会下去就死了？哇，错边了！我用错边了。好啦，这个没得玩了。没意思，就让他去吧。好，下一。巴拉达拉，追一个，啊，下。欸，哦，居然可以这么做，水哦。喂，哈哈，好玩好玩，有趣有趣。嘟嘟嘟嘟嘟嘟。我小姨，这边一定有东西，一定在这里。我，是不是？逃不过我的法眼呐！啊啊啊啊啊啊啊！好爽啊！哦，过关。等等，老头疑心病又发作了，是不是？十二条命。然后这个地方上去。哦。时间要到了，玩到时间要到了 ，Yeah！ 哦，右边这是什么？城堡的某一处，哇哦！哦，被占领了！噔噔噔噔，我也无计可施啊！哦，这边是小 boss 关，哎，堡垒关。我们先来看一下这里 ，Let's go！ 这个应该是买道具的地方吧？选择一个砖块，里面的道具都送给你。我要开始洗牌了，请注意看，绝对不要选到库巴符号。哦，哦，应该不难吧？对啊，他这也太慢了吧！耶、yeah ，请敲击两个，啊，就这个啊。Yes， 耶、yeah ，我是不是很强啊？耶、yeah。那个公主皇冠应该玛丽又不能戴吧？他这个应该会显示在这个这边里面，没有错呢。这个我不能吃，多多善用道具。呵 ，Yes, good time。旋转齿轮的堡垒来了，呜呜哦。我好像可以上去的样子哦，有没有可能？刚才 A 赛，
嘿，这可能之后要用其他道具才有办法拿的，才有过来。哎，没有，这边就可以了，不要理我。嘿嘿嘿。哦，笑耶！我记得这个没多久会复活一次，对不对？哇哇，这个新的，哇，挂了哎，哇。哦，这边有个金币啊！呀呀，水哦！隐藏式金币，原来还有冰的那个冰岩蛋哦，应该这样念吗？冰岩蛋，第一次看到哎、欸，应该是说我太久没有玩超级马里奥游戏了，这种东西第一次见到。哇哦！会下雨，嘿，上来了，嘟嘟嘟嘟，哇塞！要你命，嘿，嘿，可以，好、哦，那边有个大金币，我看到了。哎、欸，里面有东西哎、欸，待会再说。先吃这个再说。这边有一条路，有，从这边走下来的。这个我也想要捡。会下哎，好了，结束。哎，这边，哦，这个简单。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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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美虎，美虎啊！我的天！哈哈，走过头了，我天哪、啊！没有了，没有了，算了。呼呼，呼呼，好笑伊。我可以拿这个，然后、欸、不行哎、欸，不能带着走，可惜了。哎、欸，这个一个不小心会被压死。哦，哦，好险！哦，三枚金币入手，可以哦。隐藏洞穴，再走一次。哎、欸，不行。走这里，嘿塞，哎，这上面有个水管，我想进去看一下。哦，就这样子而已啊、哦，我还以为怎么了嘞？呜呼，哎，原来还有这一招哦，怎么用啊？刚刚怎么用的、啊？我刚刚怎么放出那一招连续两发？甩甩甩甩！啊，不会用，算了。我不会。哦。哇，要玩到死掉了。打王。噔噔，93，够不够打？会不会很紧迫？感觉挺紧迫的。
377。嗯嗯嗯嗯嗯，嫩，踩三下就解决了。Mario Number One， 和声 Number One 结束了。好，这是一个旗子。储存，当然啊，一定要打完这样才能储存一次哦。哦，我拿到什么？哦哦，沿路上还有道具可以捡呢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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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么酷哦！好吧，我觉得我们今天差不多试玩到这里结束哦。哦，我个人觉得还蛮不错的。今天晚上应该会去 NoNo Life 直播这款游戏吧？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呢，哦，可以去前往这个 NoNo Life， 而用手机下载 NoNo Life 这个 App， 然后呢就可以找得到老头。哎，对，记得输入这个号码，就可以找到老头了。好，今天晚上老头会在 NoNo Life 玩这个游戏直播，那希望大家可以前来，好不好？好吧，那么如果喜欢影片呢，记得左下角个订阅，右下角个喜欢，或下方留言啊，记得多多留言，把影片分享出去，让更多的亲朋好友观看。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集啊，新超级马里奥再见面了，拜拜。